时尚动感主打年轻群体，法系浪漫小型 SUV 东风雷诺科雷宾来临。雷诺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是一个不太熟知的品牌，其主要原因在于雷诺品牌进入国内时间较晚，且由于雷诺日产联盟的关系，雷诺主要负责欧洲市场，而日产则主打亚洲市场，二者共享平台。雷诺卡宾是雷诺日产推出的首款旗下 B 平台打造的小型 SUV 车型，凭借时尚帅气的外观和亲民的价格，赢得了海外很多消费者的青睐，成为一款销量不错的车型。全新雷诺科雷宾定位于合资车型，且主打时下酷爱运动时尚的年轻消费群体，外观方面则是其一大亮点所在。其中前脸采用雷诺家族化的设计，与大哥科雷傲相似，独具一格的鹦鹉嘴状的进气格栅内部采用一条镀铬横条贯穿，且中间镶嵌有雷诺大大的菱形的 logo， 中网下方采用多条熏黑横条装饰，两侧大灯与中网上方镀铬横条连为一体，大灯内部采用全 LED 光源设计，并集成 C 型 LED 日间行车灯，下方左右两侧采用硕大的进气风口设计，凸显了前脸的运动视觉。